我们假装我们现在在拍片，我们假装观众都不在，有没有？我要假装一下啊，嘿，我现在拍手之后呢，小光就进入拍片模式。那这时候观众抖了很大一笔。我现在拍手了呢，再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。有观众要抖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呢，小光要来玩一款游戏，然后跟一个电脑随时会坏掉的叫。拍一下还是拍两下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呢，小光要跟喵哈玩一款，一款黑皮。我玩过嘞。呀！你的喉咙，你的喉咙。随便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Happy game 啦，然后今天跟喵哈啦，被抖了啦。真的有人抖。Super Chat， 阿罗小光你好。哎，你们都没有看过这款游戏，你也没看过小光拍，哎，小光也还没剪。对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小光，然后他是喵哈，他电脑随时坏掉。我们今天玩 Happy Game， 好，开始了。看那个死屁孩，哦呦，臭水母又吓到我了。嘿，是 Happy Game， 好丑的脸哦，跟喵哈一样丑。嗯。哎，吐槽一下啦。你要我怎么吐槽？这边有一个小孩子，哎，好可爱哦。所以你要把它抓起来。哎呦喂，你是正太控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我要睡觉了，睡觉，困。哥叫你睡了吗？他睡觉哎，他小啊。然后他瞬间秃头了。哎，真的变秃头哎，他变馒头人了。啊，好可爱哦，我手可以抓他哎，好可爱哦，他怎么那么可怜？在抓别人哪里呀、啊？不是抓他鸡鸡吗？哦，好。哦，哎，这声音好立体哦。我戴耳机，我觉得，哦，撞到墙了，笨蛋。走。可是你带他去撞的。啊啊啊！啊，怎么？你确定没有僵尸 gay 哦？啊，要不要吃哈密哈？哈密哈。要不要吃哈密哈？吃哈密哈！要不要吃？哎呀，他的声音真的很像。要不要吃哈密哈？要不要那个？他很开心哎、欸，这是他爸吗？是什么东西？按这个？他就在教学了。教学？拆礼物啊、喔？哎呦，干，好恶心哦、喔！哎呀，超恶心的啦！我靠！哎呦！他变欧鸟啊、欸，不是一只黑猪而已吗？哎呀，这小丑怎样？哎、欸，还蛮软的，摸起来蛮爽的，有点像你的肚子哎、欸，是蛮像的啊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很像波奇耶、欸！你是国王排名哦、喔？到底是要干嘛？他现在要我做什么？哎呦，他算是一点小解谜啦，但你从头到尾只会用到滑鼠。哦，这游戏，哎，只需要用滑鼠。对，只需要用滑鼠，所以你要试着尝试看看你滑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。我是知道可以做什么啦，但是我不觉得会有人卡在这里啦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鬼？哎呦，怎么变一半啊？好恶心哦！绝切！哎呦，它变成剑塔出奇蛋哎、欸，它跑出来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剑塔出奇蛋不是这样切的吧？哎、欸，这不是套娃吗？俄罗斯套娃。套娃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跑出一根屌啊！不是啊，那个。你的好细哦，你都长这么细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根是，李听的。所以你看过李听的啊？看过，李听的好小、哦，3公分。哦，好。还好李听不在。哎、欸，这什么鬼啊？这好像他的那个、哦、胃哦。李听的跟他的胃长得一样，差不多。哎呦，你看过李听的胃？就顶到肺了吗？不好意思。所以你把他顶到他的肺？哎、欸，差不多啦。我不知道在聊什么，这游戏到底在干嘛啊？敲！哎呦，眼睛流血嘞、欸，好恶啊！就顶过头了。顶过头了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哎。欸，这小朋友好可怜哦，到底是为什么他要遭受这么可怕的事情？哎呦，哦，他声音好像那个，我玩过一个游戏叫打鬼，
啊，那个里面一个台语配音的小孩的声音。哎、靠！一瞬间怎么看到我死掉的画面？是球，球球，是怎样要踢球啊？好可爱啊！敢旁边那个看起来就怪怪的，他霸凌我，对不对？小忽悠，抢屁啊、喔！死屁孩，抢干爬拿走了我的球，好可怜啊！然后附身我就变成笑你没球。哎呦，不会真的被附身吧？然后就去把那个小孩子给分尸了。我可以按 WSD 耶、欸。好像可以哦。就是要跟着球走就对了。怎样？跟着走就好了。这游戏 有难度吗？一点难度都没有啊。确实没难度了、哎，它就是有点像是欣赏他的艺术。好恶心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是他的头，可以装在我头上吗？你看。你好，我是熊熊，我今年五岁，啊，帮你装，帮你装上去，拍屁啊、喔，真的吗？可以，是他在拍手，是啊，我还以为是你在拍手，吓我一大跳，所以你刚刚对陈伟讲拍屁吗？对，没错，拍屁啊、喔，哎呦，怎样？我看到东西了。啊！怎么拉不起来？啊，这里啦！刚刚不是那样拉的。早说嘛！木偶？什么木偶抓着装到我头上？啊，不是哦，你要装在头上啊！你要干嘛？小孩子，拿你不会拿那个刺他吧？找到了啦！我过来装上去，有了吧？什么恶心的东西？哦，他叫我走过去。我一开始是玩试玩版，他没有那个箭头，我到很后面才发现原来有下一张地图。原来有这种事，按一下。哇，他该不要走回去吧？对，走回去把中间拉起来吗？哇，这是解谜游戏吧？这样子吗？我可以按空白键跳快去。哦，哟，这猴子的脸超丑的，这让我想，刚我的滑鼠竟然有那个手指头在走路的那个动作。好，我把这个头给它装上去。嘿，死屁猴，小低猴，死波奇，闭嘴！他到底是想叫？他到底是在叫啥？干嘛看自己鸡鸡？他干嘛一直看下面？他会检查自己的发育正不正常？哦，要让他们动起来是？哦，看好恶哦，精神猎奇耶！那你讲到重点了，精神猎奇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哎呦，是精神猎奇控会喜欢玩的游戏吧？我靠！哎，各位眼睛不舒服了，记得要离开啊！这已经离开了，有那种癫痫的朋友，会因为光源癫痫的朋友，记得不要玩这游戏啊！好猎奇哦，真的是一点都不 happy 呢。很 happy 的店啊，你会玩到很 happy， 某另一种 happy， 精神的 happy 吗？精神猎奇的 happy 的嘞。我真的看不懂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哎、欸，这个小、我跟你讲，我玩完了，我也看不懂。他把我球拿走了，他大概是有一些意象吧，大概是有要表达什么吧。我二三肥，小瓜，看你刚吓我大跳，有一种像被鬼吓到的感觉。他叫啥、啊？死孩子，你到底在叫什么？哎呀，这打开超恶心的啦！哎呦，他嘴巴是可以越大越张越开啦。拉手啦！手牵手。哦。
哦，好恶哦、喔！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突然起鸡皮，一干你老师哎、欸，好恶心、喔！等一下，这照理说是不会被吓到的游戏吧？不是啊，长得好丑哦、喔，他是很丑，好恶哦、喔！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可爱啊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你刚刚那个是含蓄的想法吗？对啊。哦，不是哎、欸，我可以不要看他放大的样子吗？他好黑哦、喔，你确定不会吓我哈？没有啦，这一款没有 jump scare 啦。真的哦、喔，干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啊，这还好，蛮可爱的。长了眼睛之后就变可爱了。然后呢，我可以拿走他眼睛吗？哦，哦哦哦，然后呢，眼睛要送给我。Holy shit！ 什么鬼啊？这给我的观众看，他们不会造成心理阴影吗？不知道，他的观看还不错。Holy shit！ What the fuck？ 他为什么还那么开心啊？他刚已经被分裂了，你还继续跑，你好像很开心哎。我觉得这小孩一定死掉了，信不信？你跟凯吉讲的一模一样，搞不好这孩子早死了，这在讲他的一个悲惨故事，用这种猎奇的方式做成游戏，作者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哎呦，只有作者才会知道，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？这游戏一定是想要表达什么？啊哈，这个球，哎呦。是他的胡子吗？那是球啊！他的胡子，这是胡子啊！胡子球。哦，可以跳舞哎！你看我会跳舞，跟着节奏跳。你可以还可以左右拉他，然后跟观众说嗨 ，Hello， 我是李光。啊，你长这样子哦！这是李光，可怕的李光。Hello， 我是李光，喜欢我吗？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Oh my god！ 或者是订阅喵哈的频道？哎，并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啦。简单游戏，哼，理解能力100%的小光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他想干嘛？等一下，靠背啊，他不会抓烂自己的脸吧？看他不会抓烂自己的脸吧 ？Holy shit！ 哎，哦哦哦哦哦哦，还好嘛，只是把球拿起来而已。真是的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会把我的脸，把他脸扯下来了。他要按哪里？还有哪里需要按？你可能要找到他那个点，G点吗？就是、你要按到他的那个舒服的点，他就会把那个给你了。就你会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了。哦、哎呦，哎呦哎呦，他很爽哦。哎，干嘛还球啊？球是不会还。这屁还是这个大肥蛙是不还球是不是？你竟然无视我的一句！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你刚刚说还球，我接影城。哦，白痴哦！哎、欸，他手都是血。就你知道，有些时候生理期外露的时候，你也太外露太多了吧？为什么你会连手都沾到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你要清理的时候，你需要用手去清啊。那你觉得这孩子？哎呦，不会吧？他那是什么？他到底想讲述什么？哎呦，想帮你清理。哦，他想帮我清，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第一次来啊，我不知道原来会这么多啊。谢谢啊。光头王，光头王顶球是砰砰响。哎呦，黄色小鸭哎、欸，这应该是可爱的吧？可爱的小鸭鸭。刚刚是不是有头断掉一瞬间？哎，各种头断掉，这是在意会什么？断头，断头仔吗？因为你刚刚把他的头弄掉、哎，有血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大家再见，可以装好一点，就不会露出来了。再见，我们要走回家了。再见，再见。会不会一开始游戏就是要你往回走，然后你没有往回走，就其实就会走到那个 bad end， true end 就是。只觉得你待会走回去要很久。哎，我又撞到墙了。好，
我们看到这些。你这边已经到那个试玩版结束的地方了啊，所以我们玩完了，这边就正式对试玩版的部分结束。哦，那我的眼睛要瞎掉了。Oh my god！ 我踩在这上面，好多玩，好恶心哦。What the fuck？ 这什么意思？他有帮我记录的意思。这把，哦，这雪人看起来，哦，哦，他不是把它捡出来吗？你要找他，到他适合的地方。啊，怎么是骑木偶啊？哦，拉他，哎，我起鸡皮疙瘩是正常的吗？哦，我觉得是正常。我觉得好恶哦。那我现在起鸡皮疙瘩，哎，哭啊！就是有种视觉上让我觉得不舒服。啊，对，你这是正常的。现在到底要我干嘛？应该是汇款300万给喵花吧。我想应该是没有这件事情。哎，啊，我的靴子里有蛇，哦，他很开心哎。我穿里有蛇。他的是谁说我坏掉了？他屁屁怎么跑出一个奇怪的东西？一定是你塞的不够确实。哦，你先，是我塞的不够确实吗？对。哦，这他怎么他肛门掉出来了？我该如何？那个是会掉出来的东西吧？是情况吧？哦，所以你曾经掉过吗？我是没掉过啦，我不知道其他人掉过是怎么样。哎，射出一些泡泡，就按掉。我刚拿了一个，我刚按掉了一个，是这样子吗？有书又有这个，我解锁了，我解锁了好多东西啊！哎呦，怎么还有嘴巴啊？有了啦！哎呦，简单游戏，天哪，这理解对我来说简简单单啊！帮他转，帮他转。哎，轨道车，轨道车！哎呦，啥？好恶哦，这狗头怎么那么恶心啊？哎，他很开心，他很开心，看来就是这里没有错了。哦，你看，哦，开到这里来。哦，小孩子可以帮我。哎，小孩子不会拔一下是不是啊？拔起来啊！哦，还要这样子哦。哦，怎么拔不起来？你要再用力，用力！哎呦！我觉得拔起来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狗狗一点都不可爱。这狗真的不是很可爱了。咚咚咚咚咚咚，啊哈！哦，越敲越多人，哎，怎么敲出了一个？带走，这样子吗？哎，去哪里？抓一下，抓他，屁还是不会。哦，有了，把他甩掉，踢。哦哇，哇，小朋友也是挺残忍的。这边吧，哎，好恶哦，这没有一个可，没有一个生物是可爱的。Holy shit！哎，干，好恶啊，好恶啊！我觉得你今天最多的对话大概就是这一句。Holy shit！ 啊，好可爱啊！看，嘴巴好恶心哦！干！哎，跑出了一个兔头，两个兔头，哎，可爱。这兔头还是兔头啊？哎，物理。已经看不出来你是什么东西了，好吗？哎呀，可爱哦！我现在长得很像那个，哎，长得很像那个 Friday Night Funkin' 里面会出现那种崩坏模组。啊，这要给小孩子？这干嘛？他跑掉了。这个啦，有啦，他可爱的头。哦，这只是我里面觉得最可爱的。你手拉长就不可爱了，好不好？哦，
哦，头裂开了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鬼？怎么是？啊？啊？啊，这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啊，就俄罗斯方块嘛，装进去是能恶心到什么地方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能转，哎哎哎啊！刚刚是不是可以？啊哈！哦，是不是挑战那个？哦、啊、哦、啊，在这里好，这里，这里啊，屁啦！我这里第一次，我第一次就答对耶，怎么可能？竟然还要到第二次哎，一定是有问题哎，骗、欸、哦，他永远都在这个第一个吧？啊、这里，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这游戏根本不能照着他的，不能照着他的逻辑走，他就是一个老千啊，哎、欸。白痴哦，我猜一个干嘛？对，你知道我第一次说你的帽，我要拉你的帽子，答对了。原来猜了老半天，原来根本不需要猜啊。哎、欸，小丫丫，咦，小丫丫月经来了，两滴，三滴，哎、欸，她声音好可爱。哎、欸，拿拿拿！哦，哇，大惊血，这来的有点危险哦。这什么鬼？我觉得拉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？我觉得一定有什么不好的预感。啊啊！怎么拉不起来？啊、因为射的不够多。哦哦哦！射的不够多。哦。欸、你一直按着不放。啊！一直按着不放会发、欸。我看到。哎、欸，满了。哎、欸、哎，满、欸、了啊！可。哎、欸，干！可以放回去。好恶心啊！我第一个反应也是我不想，我要把它塞回去。慢慢拉出来可以啦，突然爆出来超恶心的，人体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它中间有一条，应该是可以拆开的。啊啊啊！啊？我误会了吗？哦，嘿嘿，骰子哎、欸。哦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哦。哦、oh ，啊？啥？说你脑袋有问题，你的眼睛到底会不会看啊？啊？然后嘞，诶，诶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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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可爱啊，他会跳舞哎。那我觉得这一段还蛮有趣。点我，点我啊！嘿，哦哦哦哦哦哦，两个火，你要先上哪一个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哦哦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！一风火轮，哼，简单。这对我们的射击游戏是 easy easy。我会哎，太小啦，三个骷髅头。哎呦，怎么都变红红的？这小朋友现在才开始怕，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如果我在这里，我一开始就在怕了，好吗？全部里面只有这个小孩子最可爱，我靠，这里感觉太危险了吧？我们在一个，哦，刺刺刺刺的，有没有感觉到刺刺的？哎、欸，悄悄，完蛋了，刚蛋到，醒来了，醒来了，原来只是做噩梦啊！他秃头又长头发了。哦、原来是一个掌法的广告，飞起来了。如果这作为一个掌法的广告，也未免太过猎奇了吧？哦，哎呀，再继续帮你执法，可以不要吗？
可以不要吗？停止你的行为 ，Stop！ 停止你的自发行为。Oh no！